你为什么要买苏沫？你为了他，隔三差五的来教坊撕不够，还要把他买回去日日相看。你府里不是已经有一个韩硕了吗？是他不好。我要苏沫，并不是想要把他接到府中取乐。苏沫不想待在教坊司，我替他赎身是想还他自由。至于韩硕，你能不能不要因为我老是跟他对着干啊？他不是你想的那样好欺负，他有武艺有谋略，只是被心急所困。你别总是看不起他。你看我这儿有几个人想当乐人呢？你装什么活菩萨？就苏沫现在这个名声，他能去哪儿啊？离了你，谁都可以欺压他。他能去哪儿安身呀？我已经为他想好去处了，反正用不着你管。谢谢。少君，你说这苏沫不过是一名乐人，三公主为何为了他和林家作对？这传闻中的三公主，当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越来越有意思，是什么意思？那晚她能低头向我道歉，看来并非传闻中的嚣张跋扈，反倒乖巧可爱。今日又能对上风花雪月，也并非传闻中的目不识丁。如今他救苏沫于水火，也并非传闻中的暴虐成性，实则单纯善良。这么一想，还真是。三公主不过是想要一个乐人，林七居然敢不给她，那就让林七手里的乐人一个都不剩。那我们是把乐人都杀了，还是把教坊司给点了？城主，三公主正值妙龄，身体强健，而韩沫却患有心疾，命不久矣。韩沫愧不能当，特请城主下令，将教坊司乐人一并送入三公主府，给他弹琴唱曲，消遣寂寞。韩少君，你应该好言规劝三公主，怎能让乐人都进入乐礼府呢？韩沫自知时日无多，无法常伴三公主左右。但只要三公主开心，就算韩沫有一天离她而去了，也无憾。既然韩少君心意已决，那便允了。即日叫教坊司的乐人住进乐礼府吧。谢城主。三公主，你看这个伤。三公主，小人还以为您心里只有苏沫呢，这不把小人也带了。我我三公主，什么情况？据说是城主下的令，我们以后就都归乐礼府了。见过三公主。见过三公主。林七小姐，林七小姐可真是高风亮节，给钱你不要，这不依法取缔了。你，哎，哎，你打打我，我打你。林小姐，怎么了？要来乐礼府撒野了吗？她是城主女儿，处处压我一头也就算了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敢跟我叫板？
我记得你也用鞭子。啊，不了不了，那都是老黄历了，我现在有你就够了。接着。好，月礼府，这笔账我林七记下了。林七，其他月人你都带走吧，我只留苏木。三公主，韩少君为了这几个月人不惜自轻自贱，现在啊，市井都传言你们夫妻俩一个敢要一个敢收。他为你牺牲了这么多，这几个月人自己留着用吧。是你向母亲要来这些月人在府上的，你还自轻自贱了。你一个女人家的问这是做什么，你也好意思往外说，我怎么就不好意思往里听了呢。我三公主，这么多人往哪儿搁呢？